再直播一会儿，我饿了，饿呢。我的打光灯坏掉了，好讨厌！我打光灯彻底坏掉了。丽丽解封？真的吗？真假？解封了，我就可以点外卖了。太好惹，真的太好惹。不想插按钮，再也不想插按钮。我相信大家也不想再听按钮。当然有进步啦！一首歌唱了5遍，当然有进步啦。我累了。喝水。哒哒哒哒哒哒！我今天还买了染头发的，晚上染个头发。白蚁，我在热搜上看到了，但是我还没有见过白蚁。希望白蚁不要来我们宝山，宝山这么远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在直播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。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空房间可以让我待着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进了4个房间，4个房间全是直播间。那你去，来，你给我想个地儿，我能去哪儿？你去赵怀瑾，他没在直播。赵怀瑾，他排着。靠近床的地方不要开灯。可是有纱窗，白蚁也能通过透过纱窗进来吗？对啊，我们有纱窗哎，白蚁会被拦在外面。回来了，嘟嘟哼哼哼哼哼，不要吓唬我。晚上好。
好多新朋友，哪里有好多新朋友？拜拜，蚊子。你知道你这个鞋走路多容易摔跤吗？没打到。但无所谓，我一会儿，我现在已经有蚊香了。啊，我的打光灯又变好了，但我觉得现在灯光也不错，就这个样子吧。虽然不知道你们看我是什么样子的。看我很漂亮，爱就是由我惩罚着你。掉 WiFi 了，唱饿了，确实是唱饿了。他们之前说唱歌可以减肥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但我现在确实是饿了。以后还有这种课吗？没有了吧。刚刚跟他聊天，他说是最后两期了，去体验一下就好了，去体验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声乐呢，属实不在我的发展方向内。上个体验课就好了。已经给我唱晕了。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每周也有上声乐课，但是我现在完全忘记了，忘记当时老师教了什么。什么 GYP 老师教的？哼，这是我自己研究的，知道吧？我这种空气唱腔，是我上了半个学期，是我的表演课上了半个学期。这是自成一派的空气唱腔，我什么都是自成一派的，打游戏也自成一派，唱歌也自成一派，跳舞也自成一派。就是一个随意发展的一个，随意发展的一个全能艺人。明天就解封。说实话，我看那个上海发布朋友圈里面转发的上海发布，说是6月1号零点就解封，那岂不就是一会儿的零点就解封了吗？这个月还有31号啊！
笑死！我以为一会儿就是6月1号了。我零点不出门啊，我零点去嘛，我又不准备出门，我只是想点外卖而已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许点外卖，我只是想吃点好的。谢谢西部可的蹦迪。哇，谢谢花花的吹泡泡，这个好可爱啊。这个6.1的礼物嘛。这礼物哪里好笑？感觉这个画风有点不一样哦。这次的新礼物都很豪华。哪里好笑？小龙虾一般不是很喜欢，不是很喜欢吃小龙虾，因为吃它好麻烦。上海这边没有龙虾尾卖，我家那边就是有那种炒的龙虾尾，就直接用筷子吃就可以了。如果是一整只龙虾的话，还要用手套。谢谢可乐要加冰的蹦迪，谢谢不合格马粉的梦幻海洋，这个好好看。可是这个海豚和六一有什么关系呢？海豚也要过6.1吗？叶蝶输了，叶蝶有点老土，叶蝶的特效有点老土，应该跟大王申请一下更新一下特效。人家王者荣耀的皮肤哦，不是越出越花哨，越出建模越好，然后原来的他也会更新一下呀，对吧？应该把夜蝶也更新一下，毕竟我们夜蝶也是一个老牌礼物了，是吧？哎呀，突然忘记夜蝶长什么样子，夜蝶长什么样子来着？哇，谢谢 CPY 的夜蝶，哦，原来是长这个样子，想起来了。你们看嘛，树宝上面还有牡丹花，皇冠长什么样子？有一点，哎，有一点忘记了。但是你要让我看看皇冠长什么样子吗？啊，瑞瑞嘟嘟，你要让我看看皇冠长什么样子吗？真的。酸奶疙瘩是什么？小时候吃过，不是很喜欢吃奶制品。放眼睛干嘛？谢谢风车。冻梨好吃吗？冻梨挺好吃的，但我也很久没有吃过冻梨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唱完那个爱你，整个声音就夹的不行，真的来了！谢谢瑞瑞嘟嘟的皇冠，谢谢瑞瑞嘟嘟。真是，终于想起了皇冠长什么样子，好漂亮的皇冠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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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记住了吧？皇冠长这个样子。你们戏怎么比我还多？
就是有我常烦着你。随我？什么随我？我可没有。我可不是喜庆。哎呦，腰好痛！什么嘟嘟的梗？不知道。吃东北烤冷面还行吧，在那边就是，东北烤冷面在我们家那边就像那种韩国小吃街里面的烤年糕一样。不是炒年糕耶，在直播，谢谢企鹅幼儿园园长的梦幻海洋。嗯，扣哪呢？不知道，确实是很久没有见过梦幻海洋。如果你不送我的话，我都忘记长什么样子。烤冷面还是挺好吃，还行吧，烤冷面。但是有的地方做的不好吃，我自己做的烤冷面就很好吃。一千块，干嘛？想吃？你拿走啊。这也想吃。嗯，走。笑什么？赶紧赶他走，赶紧用几包零食赶他出去。好不容易挣的芝士条，对，但是我刚刚把剩下的虾条都吃了，现在也不是很想吃零食。谢谢企鹅幼儿园园长的梦幻海洋，谢谢，嘿嘿嘿。但是这真的好漂亮，现在都有 3D 这种特效了啊，不再是那种扁扁的。平平的，你不用用这个礼物诱惑我，幼儿园园长，我跟你说，你送我再多的梦幻海洋，我也不会把后面的 ID 念全。谢谢跳跳虎的，谢谢跳跳虎的梦幻海洋，谢谢跳跳虎。看我漂亮，忍不住啊！天哪！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少一些罪恶感吧。因为刚刚我还在想，要不要就把后面的 ID 念全。但是你既然这么说，没有这种意思的话，没有这种意思的话，我就安心很多了。你有也晚了，可是你刚刚说的你没有，你现在就是在骗我，因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谢谢十月的玩偶屋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，这玩偶屋有点吓人呐、啊、这个，但是也挺好看的，这次的礼物都很好看啊，友友们，谢谢十月，谢谢。六一，哼，这是给小孩子，这不是给小孩子过的六一，这是给大人过的六一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也是第一次见玩偶屋。谢谢冰淇淋，我是真的第一次见玩偶屋，我刚刚见过了过山车，还有海豚。很适合我，哼。
谢谢跳跳虎的过山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过山车是给玉皇大帝玩的呢。你瞅这个云哦，云里雾里的。谢谢跳跳虎。谢谢不加甜的高级马卡龙，这马卡龙怎么了？这个马卡龙是，马卡龙不要钱吗？哐哐往地上砸。咱就是说，有些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个大王的特效的设计理念在哪里。就是说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之前那个暖暖。你被我嫌弃了，嫌弃了，出了多久被我嫌弃了多久的暖暖？马卡龙，我现在有过山车、马卡龙，还有玩偶屋，还有海豚。我为什么没有送礼物的钱？爱就是由我常伴着你。我知道我有个皇冠，可是皇冠是旧的礼物。我只是说有什么新的特效。我再唱这首歌，你们是不是要离我而去了？我在唱这首歌，你们是不是就要离开我，离开我的直播间？我借这辈子的分量，我是这辈子把爱你的分量都唱完了，之后都不会再唱。而且，我再唱一次《孤勇者》。哦不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孤勇的感觉了，因为我快解封了，知道吗？前几天我是疫情期间的孤勇者，现在我要解封了，我不当孤勇者。还有2天，还有1天呀，还有1天就可以出去了。解封之后就想出去吃吃饭，我都不想出门的，我只是想要有点外卖的权利。我只是想拥有外卖，我都不想出门。海底捞一定人爆满，就外面海底捞肯定都排不到号，而且现在也可以点海底捞的外卖，外卖也可以吃到海底捞，只要让我点外卖，我这几天总是想吃东西，其实我根本就不饿，但我就是想吃东西。人家说是因为没有可以感到幸福的事情，所以你只能从吃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觉得很幸福，所以你就一直想吃东西。我就是这种状态。我也没有很饿，但我一直想吃东西，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很无聊。我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玩儿。谢谢冰淇淋，不能出去玩儿。
所以现在带给我快乐的就是吃东西。谢谢风车，我也不能网购，对，我又不能网购，网购也会带给我快乐。就算解封了，我也不会出去的，我要等外面的秩序恢复正常了之后，我再出去。快递通了吗？快递没有啊。就很慢很少，就是通了倒是通了，但是就是说没有完全恢复。他们收到的快递都是买了很久的。谢谢珍珠贝，什么时候看公演？哪公演要恢复国家叫吧？晚安。有联合公演？有联合公演吗？哦，有联合公演，但是我没有 unit。核酸还要天天做，我都在想这个公演要不要去。因为我想回家一趟。不知道哎，应该是有一个联合公演，但是。没有 UNIT 的份额，我估计过一段时间应该回家也不会有隔离了吧。因为顶多半个月，是吧？我也觉得，等一等。谢谢逗号的梦幻海洋，谢谢逗号。我估计他改不了 ID 了，不能短期一直改 ID。肯定是因为撞 ID 了，所以加个逗号。谢谢，好大一只的吹泡泡。泡泡泡泡，对，是因为有重名的，因为我平时在网上改 ID 也是重名了就加个什么东西。跟我斗智斗勇。玩偶屋怎么了？玩偶屋，我刚刚看到玩偶屋了，我觉得玩偶屋也挺漂亮的。你们不要瞎出主意，你们为什么要瞎出主意？没有关系，你们就算瞎出主意，我也有办法。谢谢 Maki 的玩偶屋，谢谢 Maki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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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
你们都想听，那我更得提防一下，免得中了你们的圈套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明天播嘛，明天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歪嘴笑呢？你为什么要发一个这个表情呢？感觉不怀好意的样子。明天播有什么？有，我明天会，明天有什么？对吧？为什么要加一个歪嘴的表情？明天一起等解封，我笑死了。明天播到零点，然后大家一起从这个零点，大家一起从这个门冲出去，对吗？感觉比过年还喜庆了。我就算解封，我也不出门啊。那明天播，后天就不播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明天播，我要想一想我什么时候染头发。再说吧，明天不播，不想化妆。哒哒哒，我在抖音上面学到的，我在抖音上面学到的，直播要分时间段，就是说他们有人是什么五点档的第一名。有人是什么六点档的第一名，有人是什么七点档的第一名。我学到了，直播要分档期，我们就要独占一个档期，就是每次直播都在八点或者九点。我早上没人，早上也没人看我呀。我早八，我为什么早八？我早八起来干嘛呀？我播新闻联播，我真笑死！我自己开新闻联播，我就成天在这个生活中心搜刮新闻。比如说，哪个房间门口有一坨什么什么，门口有一坨不明液体，其实是蛋黄芥末酱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我播新闻联播，每晚七点我就。把我一天搜集到的新闻，来轮挨个的播。然后，如果当事人在这个直播的话，我们就让他现身说法，跟他连麦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当然会被打了，打了你们就给我医药费。我最近在抖音上面学到很多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医药费吗？医药费就是，现在抖音上面全都是那种 PK 主播，
然后呢，就是 PK 完了，有些人就是让你做惩罚，就是 PK 输了，假如说我让你 PK 输了，你给我做100个俯卧撑，这不是很累的事情吗？然后呢，赢了的人就给输了的人送个医药费。对，去年也是直播 PK，去年有这个活动，但是你可以有，但没必要。嗯，输了比赛还赚了，输了比赛也得看。他们都是共赢的，他们 PK 好多那种，我的天，我看数额都好高好高，我都震惊了，因为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喊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把对面拿下！说把对面拿下！有没有华子？有没有华子？华子就是嘉年华。我说散跳上一上，散跳上一上，我已经学会了。对 在这儿就是有没有罐子？有没有罐子？大家棒子走一走，有没有罐子？有没有罐子？有发电的甩个发电，没有发电我们就众筹电，不是电子，棒子上一上，棒子上一上，这就是口袋四八百。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小拍的荧光海。谢谢 blue 的荧光啊！反正就是这样的，咱们可不兴整啊，不兴搞。人家是那个行业的，人家是 PK 主播，就是干那个。现在直播的人可太多了。应该不会出 PK 吧？属实是没有必要了。口袋出 PK 干啥？哎呦，腰痛！腹肌好些了吗？我的腹肌消失了。因为最近腰伤到了，腰伤到了就不能接着做运动，我的腹肌它出现不了，就是说，
我的双眼皮比你眼睛都大，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啊，那你那是什么眼睛呢？我知道你是为了夸我，但属实有点夸张。我可以这个样子的双眼皮可以跟你的眼睛一样的，但这个样子的双眼皮不可以。我的眼睛跟猫差不多大，我的眼睛跟小眼睛的猫差不多大，和大眼睛的猫还是没法比的。我是什么眼型？我应该是小鹿眼吧。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眼型，但我应该是圆。讲不来，我又不圆，我眼睛又不是很圆。我是什么眼型啊？这能是啥眼型啊？我没见过强哥。我真没见过强哥。我只在网上见过有人拿强哥当头像，我想那应该是强哥。没见过。谢你，因为我不去宿舍房间里玩啊，没见过强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发色像杨过，杨过是营养不良吗？他这个发色，古代人又不会染头发，杨过怎么会这个发色？强哥这个名字就注定了他。注定了他的命运。但凡他有一个稍微像猫一点的名字，他也不会这么好笑。谢谢悄悄的风车。不知道吗？我都不认识，我都不认识惨哥。建民好养活，现在是21世纪，大家都会活得好好的。猫也很大概率会活得好好的。但是有人还是会相信名字的玄学的，因为那个名字的话，就是说有的很富贵的名字。他们会把名字和你的命连在一起。如果很富贵的名字的话，就是说你的命格如果不好，就压不住这个富贵的名字，所以会生活过得不好。然后贱民好养活的意思就是说起一个比较平凡的名字，然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不是迷信吗？游泳。这是迷信吗？这是封建迷信吗？
拜拜。名字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吗？那我就天天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我叫卢天慧，我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。但我又不是智慧的慧。名字很影响人的形象呢。我这名字就是感觉我很憨厚。如果我叫卢，我叫卢慧，我就会很可爱。我如果叫卢，我叫卢苹果，那我就是个傻瓜。我也觉得卢慧很好听。晚上好，我只是随便起个名字。卢皇冠。我今天唱歌的时候是鲈鱼。就算你把鲈鱼美化成什么小鲈鱼，我也知道你说这话是说我唱歌的时候像那个大嘴鲈鱼是吧？一眼就识破。跟你们说，语言的艺术对我来说都没有用。立刻识破你们的诡计。谢谢外卖的荧光海。你们别说我聪明吗？你们如果总是说我聪明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聪明，那我就惨。说我是小笨蛋也不行，说我是小笨蛋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笨蛋，那我更惨了。你们要说我是，你们就别说了，还整出聪明笨蛋来了！你们看看这是，你们看看这说的是啥？你们看看这说的是啥？十一点钟的。好可爱。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宠物呢？对人至少不该
是这种反应。因为只有今天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就算倒一下头，我都觉得他很可爱。所以你们就没有拿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动物。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电子宠物，对，我是电子宠物，我就是口袋斯巴里的电子宠物。就是这样的。哒哒哒哒，你们要喂我饭吃，你们要喂我饭吃。我是电子宠物，我是拓麻巴子，这个名儿有点难听，个拓麻巴子，有点太难听，有点太难听了。咱们能不能就是说想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呢？我是口袋四八的电子宠物，你的宠物，我当什么宠物呢？我要当我最喜欢的动物，我要当老虎。你的电子老虎现在中暑了，请确认是否投喂一个冰淇淋。你确认人了？你倒是喂呀！谢谢花花的蹦迪，喂错了，喂错了。花花，你带着中暑的老虎去蹦迪，结果老虎死于非命。请重新饲养。谢谢企鹅的蹦迪。你的老虎也死于非命，请从头饲养你的电子宠物。在直播呢，有点困，再直播2分钟我就走。鸽子投喂了一个珍珠贝，结果把老虎的牙割掉。花花和麻烦投喂了一个风车，结果被老虎一脚踹翻了。企鹅园长投喂了一个奶茶，老虎不喜欢喝。一白投喂了个巧克力，老虎中毒了。CPY 投喂了个彩虹，
老虎看见了之后开心的笑出声了。NQ 投喂了珍珠贝，牙割掉。小 baby 青蛙多睡一点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大家的，谢谢大家的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没电了，是不是没电？老火要关机了。老火要关机。下播了，拜拜。嗯，拜。